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46面，346面第四行。从当中看起，第四行，从第二外人，云何名菩萨外人？菩萨从他闻莫言骂力，毁如诽谤，或毁如父母。兄弟姐妹眷属，和尚阿舍利，师徒同学，或闻毁佛法僧，又如是种种毁此，菩萨忍辱，不生嗔恚，是名外人。前面这个苦恼啊，是从内来的，饥渴寒热、忧悲疼痛、身心粗怯，都是从内发的。特别是病痛，衰老病痛，这是劳苦病苦，这个外人呢是讲从外面来的，这些逆境，是从他别人。以恶言毁谤、侮辱，这一类的，乃至于陷害，都要能够忍。或者听到别人呢，毁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眷属，无论是有意无意，那么出家学佛了，毁谤你的老师，阿舍利。这都是老师，和尚是亲教师，他虽然没有亲自教我，他讲经教学，我去听过他的课，这个人就称他做阿舍利。师徒同学在我们面前毁谤这些人，或者是毁谤佛法，毁谤佛法僧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修菩萨道的人要能忍。我在很多年之前，50多年前，
还没出家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那个时候李老师派我在慈光图书馆服务，图书馆是老师创办的，我在里面做管理员，管理员有三个人，我是其中一个，也是做义工。有一天遇到一个同乡不认识，他是安徽人，同乡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看到我学佛了，好像很同情我，路走错了，怎么会搞迷信去了？对于佛教严厉的批评，我看的这个样子一切顺着他，他怎么批评我都点头，是是。讲了一个多钟点，觉得很累了，我倒了一杯茶给他喝，继续再讲。足足讲了2个小时，我说难得，你说了这么多话，原来佛教是这样子。我说你真正啊，救了很多佛教徒啊，让他们回头是岸了，去信基督教，好事情啊。我说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，说好，什么问题？你问。我说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，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文章看一遍？那当然的。我说那请教你，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啊？这一问呢，他没看过。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图书馆，每一个星期三呢，老师在这讲经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我说这不行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没有看过经，没有听过讲，你这样批评佛教，我说你胆倒不小啊！阅览室还有很多人，我说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？我这几句话一说，他满脸就红了，不好意思了，走了。第二天来了，带了牧师来，很客气。有点君子风度，不错。来道歉。我说欢迎，欢迎你来听经，欢迎你来听讲，把佛教毛病通通找清楚了，你把它一一纠正过来，你救了多少佛教徒啊？我说功德无量啊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旁边还有两位我们的老同修告诉我，他说他那些批评，我们看到你一贴面的头不断的在点头，我们都替你着急呀。没有想到你最后有这么一招，我说我一听就晓得他是外行，让他发发了足足的，这一棒打下去，那就有分量了。我这样告诉大家，佛教是经得起批评的。我是对这种人，不能够跟他辩别，他没有看过，没接触过，一无所知啊，道听途说啊。那这种人给他发足了，再来问他。我们问他是很合理的。我们欢迎你批评，不是拒绝。
也不是，说是你不应该啊，而应该批评啊。但是你一定要对佛教了解，没有透彻的了解，没有说话的资格了啊。这个是求学的态度，不能不知道。所以不仁不行啊！仁，你看我们会应对他的，都是和言爱语啊，没有一点点偏袒我们的教啊，而抵制其他宗教没有。我们说宗教都是好的，啊，深入经藏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那以后这就变成朋友了。啊，到这边来找我了，那听我谈了，不是我听他的，他来听我的。啊，我们告诉他，佛教跟任何宗教没有冲突。佛陀在世，有许多宗教里面的传教士、宗教里面的知识人员，都来皈依佛陀，来学佛。释迦牟尼佛没有让他放弃宗教才可以来学佛，没有。你们在经典上都看到，《地藏经》《婆罗门女》，佛菩萨没有叫他放弃婆罗门教啊，他两样都学啊。婆罗门是他的宗教，佛教是他的教育。不冲突啊！信仰宗教，在学校一样念书。学校没有说你有宗教信仰不可以到学校来，没有这条啊。我们把这个搞就说给他听，他很惊讶这是你说的吗？不是经典上这样说的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佛陀是教育，啊，但是现在社会国家把它列入宗教，啊，我们称它是宗教的教育。啊，这对外要仁，啊，仁才能够化解误会，化解对立，化解冲突。啊，如果是一天到就生气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这个怨越结越深了。啊，这样会造成无谓的冲突。啊，那么这是叫外人。第三，云何名菩萨法人？佛语：住经说微妙义也，住法即经。诸法即灭，如涅槃相。不进不步啊！作是念言：我若不解是经，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是故菩萨勤求咨问度僧，是名法人。这法人。
修学佛法要忍，特别是大臣，我们从世尊一生教学的历史就能看出。世尊开悟之后，从落叶园度无比丘，这是教学的开始，最初5个学生呢，以后慢慢越来越多，到1255人，这些人常随弟子。始终跟着佛，佛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，没离开过。佛对他们的教导，你看前面12年讲《阿含经》《小乘经》。我们知道佛以二谛说法，佛讲经教学根据二谛，前面学过真谛跟素谛，真谛是佛清正的境界，那个境界高深莫测了，一般人不懂不懂对他就没有缘分，他听不进去，他听了怀疑，甚至就离开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程度不够，他说你胡说八道。所以佛的教学有善巧方便，先教实地。教你怎样做个好人，怎样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，这大家都欢喜去小乘里面多分都是十法素谛，真谛很少很少不常说。这诸法即尽，诸法即灭，这些在小乘很少讲。12年小乘告一段落了，讲方等，方等好比是中学，把你引导入大乘。方等讲了8年，真的就入大乘了，那就讲这些了，说微妙义了，般若，这般若是大学，22年，最后8年讲法华，法华相当研究所，法华经的教义。跟《华严经》是通的，《华严经》虽然是最早讲，没人知道。佛在定中讲的，我们一般凡夫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入定了。十几二十天呢，没起来，就坐在那里。殊不知，佛在定中讲经。什么人听呢？
41位法身大士，人数无量无边呐！没有定功，不能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境界的，那你就没有资格听经。有资格听经啊，你也入定，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小乘人不承认华严，说华严是伪经，不是佛说的。谁造的呢？龙树菩萨造的。龙树菩萨从龙宫里头传出来的。龙树菩萨能造得了华严经吗？能造华严经的，那就是佛陀，没话说的。所以我们从一生，世尊一生教学，想办学校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这样把人呢教出来了。那我们学佛要什么？有耐心。49年了，你没有耐心，你能毕得了业吗？不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现在学校你看，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也要20多年。没有20多年这种耐心，你毕不了业。可是佛法的毕业了，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人呢？般若会上就有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后一个一半的时候，就是后30年，前面20年没有开悟，后面20年有，般若会上开悟的有了。法华会上开悟的就更多了，就成佛的法华了。一部经没讲完，开悟了。真果的。没有讲到证无上菩提，证阿罗汉果的，证辟支佛果的。很多这是讲对佛法的修学要有法人今天我们集成祖师大德所传，又知道学习的秘诀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呢？就是不能忍辱。你能不能忍10年呢？能忍10年就成就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前2年的时间，把儒释道三个根，把文言文学好。文言文没别的，就是背书。在早年，我曾经
见一个同学，《无量寿经》48品，就等于48篇了。啊，老师当年教导我们，是用古文观止，啊，让我们自己在里面选50篇，熟读要能背诵，要能讲解。啊，你能背50篇古文，讲50篇古文，你的文言文基础就拿到了。有能力看文言文了啊！你看《四库全书》，看《大藏经》，文字的障碍没有了啊！所以我比喻啊，这50篇文言文，就好像是《四库全书》的钥匙，《大藏经》的钥匙。啊，一个星期背一篇，1年正好。50个星期，你就学完了吗？啊，老师又说，进一步的说，如果能熟读100篇，2年的事情。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，所以不难啊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中国人特别喜欢简要详明，啊，简单扼要，详细明了。怎么会给我们找麻烦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所以老祖宗对后人这种爱护，设想的周到，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。这文言文的发明还得了吗？啊，这种方法了，它超越了时空啊，不受空间维持的限制啊。啊，语言是会起变化的，随着居住地区起变化。我们讲的方言也随着时代起变化啊，世界上其他国家语文是走同一个路子，几百年之后语言变了，前人写的东西后人看不懂啊，欧洲的拉丁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只有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全了解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他们有智慧，创造了文言文。文言跟语言分开。啊，文言文随着时间地区去会变，文言文永远不变。你只要能够学习，你看，顶多2年时间的。你不但有能力阅读，你有能力写作。写作很重要，为什么？用文言文写作，留到给后人。几百年以后，几千年以后，人看到的时候能看得懂你这个东西。啊，你的信息传下去，他们真能得受用。
这个工具了不起啊。啊，比现代先进的这个科学技术还要高明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不错，你说话能把你音声录下来，音声录下来，几百年之后啊，语言变了，虽然听不懂，那也没用处。那就不如文言文了。文言文千万年之后的人才能听得懂啊。啊，前人的智慧、经验、方法、成果，都能够原原本本的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全世界中国人都有文化，没有国家族群的界限。那个意思就是，文言文应当向全世界推展。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中国有最丰富、最圆满的人文的文化了。这一份财产是整个地球全人类所共享的，你只要拿到这把钥匙，你就有份。啊，四库全书大藏经就是你传家之宝。啊，四库全书是5000年前老祖宗传下来的珍宝。啊，大藏经3000年前佛陀传下来的珍宝。你只要有这把钥匙，你就全得其受用了。啊，你能够成圣、成贤、成菩萨、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懂，要明了，这绝不是迷信。啊，认真的学习，我们学习小时候没学到，不知道，不能怪你，因为说父母不知道，也不能怪父母，祖父母不知道。传统文化疏忽应该有200年了。啊，我们对它产生了偏见，产生了误会，不想学它了，至少有100年。100年应该是4代，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，就在这部经上，佛说过了，说得非常中肯，就是先人无知啊，前人，我的父母、祖父母。甚至曾祖父，他们不晓得这个事情，不识道德。
无有余者，没人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的父母教子女都教他竞争啊，跟外国人学了，对自己中国文化陌生了，不认识了啊，所以不能怪责他们。佛这个话说得多么慈悲，多么中肯中恕啊，要原谅他。我们今天知道了，抓紧时间补习，把这门课补出来，我们就有能力沉船了。这个历史的任务祖宗的慧命，中国古人讲魏王圣极绝学，佛法里面讲续佛慧命，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，绝学慧命要从我来传起，你发这样的心，你就得到三宝威神的加持，祖宗佛佑啊，祖宗保佑你啊。你是三宝的传人啊，你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传人，能不能做到呢？具足人力的人就能做到啊，那经文上是人的成就，你能忍，你就能成就啊。这是菩萨法忍呐。学佛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心态。我若不解释经，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我们要常常讲，我如果不解思库，不解经藏，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要常常有这个心啊，鼓励自己啊。说是故菩萨勤求自问读诵，认真努力啊。求学古时候求学有老师，寻师访友。
今天老师没有了，可能志同道合的你也找不到了。但是今天有意义方便，就是跟古人不同的方便，这些经书啊很容易得到。这个一方面是印刷术发达，古时候没有印刷术，书是要抄写的。啊，抄写，你想想看，你一生能抄多少啊？那个太辛苦了。啊，而且什么，你找不到啊，那个时候的书分量太少了。你到哪里去找到书？你去抄一本。啊，现在这个不操心了。大藏经、四库全书，从前人不敢想象啊。什么人家里能够有一套大藏经？我告诉诸位同学，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二十几岁，我才知道，我们安徽省一个省有多少部藏经啊？两套半，完整的只有两套，还有一套是残缺的。你去想想看，那我们那个省的文化算是不错的了，还是高文化的了。啊，四库有没有？四库没有。四库在当年总共只抄写了七套啊，国家放在七个地方。如果你要想看四库，啊，你的在我们家乡要到南京或者是到杭州。啊，那一边有一套，啊，那到那边去抄写，原本是抄手抄的，这个书不能借出来的，现在方便了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。金宗学院，我们这个里面有十套不同版本的大藏经，有十套四库全书。你是在以前谁敢想象？啊，不敢想象啊！啊，典籍带来的容易，现在不必那么辛苦去抄，有的还抄错了。抄漏掉了，这常有的事情。啊，现在影印机、电脑多方便了。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啊，可以从四库里面扫描到电脑，啊，印出来跟原书一样。啊，这一方面比古人的方便太多了。问题是我们有古人那种精神，那种忍力，锲而不舍地去学习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啊，现在成功的有没有？有啊，我见过，我还听到过有几个人呢，没见面。啊，都是在网络，在卫星电视。啊，他们抓到一个秘诀，就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
10年8年，他成就了。当然，这个里面最重要是修学环境。自己能什么事情不闻不问，定下心来，在这个地方读十年书。有人护持你，衣食住行有人照顾，这到哪里去求？短时间的照顾容易找到，没有长时期的照顾，你怎么会成就？你们同学都晓得，我是跟三个老师学的。学成之后，如果没有韩馆长30年的照顾，我就没有了。不是还俗，那就是去赶紧参佛寺了。不可能在今天还在研究经教，给大家在一起分享。所以我深深感触到，护法的人重要。没有人护持，你不会成就。有人护持，你自己真干，锲而不舍，你决定成功。所以我今天在想，我们的学院执事服务的人员，我们要聘请，让出家人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读书。我来供养大家，供养大家10年。你们10年真正懂得不难，长三个根，学文言文。文言文用经典可以，用祖师大德的作品也可以，印光大师文钞，偶益大师的莲池大师的，这都是明末清初莲池大师的著创随笔写得好，不难懂啊。欧益大师的宗论，林风宗论，偏偏都是好文章。我们出家人学者。在家同学要到这条路读书求学，也欢迎呢。我们也发心供养你。你到这个地方定下心来，10年不出门，儒释道的经论，专攻一部。学道的，学庄子的，庄子的文章好啊，一流的作品啊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不长，
八十一篇，总共只有5000多字。背这些文章都很好吗？这都可以做文言文的基础入门。我们是半路出家了，不是从小扎根的。从小扎根容易啊，我们现在都30以上了，40岁了，才发现来得及，不是来不及。40岁发心，50岁出来正好。50岁发心，跟60岁成就。刘寿云居士55岁发心。65岁成就，给大家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我来想个方法。无论在家出家，利用这个道场，大家好好的来学习。让你们万缘放下。一心在这个地方求学读书。成就你们。是法佛法，古人常讲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这后不是人多，人口不断增加了，但是没有圣贤人出来，这叫无后。没有人能继承传统文化。没有人能续佛慧命，这叫无后啊！我们发个大心，供养后人真正发这个心的，你们告诉我，真正发心。常住里面所有事情绝不会让你做，让你专心读书。学书、学道、学佛都好。今天儒释道都缺乏人才。儒释道。学习都要遵守前人立下的规矩，儒家所讲的教之道贵一专，佛法所说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在这个地方乐观其成了。希望同修对我的说话要认真，我不是儿戏，不是说着玩的。我是诚心诚意在祈求，
你们真正发现，啊，在目前这个环境，你们一年生活费用多少？定一个标准。我会找护法的人来护持。啊，南昆士兰大学，我送给他们的奖学金，一个学生一年是10000块钱。4年毕业，我送他40000块钱，一个学生40000。我供养了5个学生，不多，1年20万。啊，4年毕业，啊，那我供养你们的期限10年。啊，1年1万的话，一个人是10万，10个人100万。100个人1000万，我还可以供养得起。啊，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就像学校做学生一样，好好学习。啊，设防护法的这些大众啊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们花钱不多啊，你们10年一个人才不过10万块钱，10万块钱培养一个圣人，这还得了啊？多大的功德了？到哪儿去找啊？啊，所以常住有这份收入，就可以雇用道场里面一些工作人员，啊，完全发给工资，啊，聘请的，他们的认真护持、认真工作。不立制度，怕的是将来这个10年又空过了，那真是可惜。啊，这个10年让我们深深反省，我们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的故事在哪里？啊，亡羊补牢还不算完。啊，未来的10年，我们决定要掌握住。这个制度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，那就一直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我想将来寺院庵堂不会再做金蝉佛寺，不会再做法会。啊，好好的。为正法救助培养人才，为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培养师资，啊，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大事啊！菩萨法人呐、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条，第4，云何名菩萨随佛教人？就是佛教你都要去做啊。
菩萨能随顺佛的教诲。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呐。菩萨成恼成慧烦恼，毒是三毒，贪嗔痴慢。贪嗔痴慢疑，我常常说它做五毒。这些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作事思维，底下这就是佛陀教导的，这用观想的方法了。此生从何而生？这生怎么来的？从何而灭？这生从哪来的？四大五蕴，何惑而生呢？它怎么灭的呢？四大分散。物质现象的身体，精神现象的受想行识，通通分散了，灭了。叫我们想这个，从我生者，何者是我？像《楞严经》七处真心一样，你去找啊。追根究底，你去找。从彼生者，何者是彼？法相如是，从何因缘生呢？佛家讲缘生论。有情众生，因缘所生法，《中观论》上说的，我说即是空。缘聚的时候有，缘散就没有了，聚散无常。遍法界虚空界，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，法尔如是啊！佛经里头有科学，《华严经》的。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，那里头讲什么？讲宇宙的缘起，太空从哪来的？太空当中有这么多的星系，这么多的星球，从哪来的？星球里头又有这么多的众生，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。佛经上讲的科学，跟现代最新的科学不谋而合。科学也走到这个方向了。宏观宇宙，太空物理，
微观世界，量子力学。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。科学家说，这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：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一无所有。这三样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就像我们这万花筒一样，万花筒里面只有三样东西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三个碎片，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你把它装在里头转一转的时候，嚯哟，变化无穷。这三样东西，佛经上说过了。现在科学家发现，能量啊，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；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；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阿赖耶的三息相。这三样东西组成整个宇宙里面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就这三样东西变化出来的。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讲，畜生无尽呐。我学《还原观》的时候，这一句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！怎么会出生不尽？以后忽然想到，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不就是这个现象吗？我提了万花筒，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收集了，大概我现在有20-30个万花筒。大家找了送给我的，这个原理你看就这么简单。宇宙不复杂，微观世界在佛经里头，我们前面念过，毛尘。一毛一尘，毛是汗毛，正报里面最小的，汗毛尖端。尘是一报里的最小的。佛经上讲尘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那尘是什么呢？科学里面讲的原子、电子。基本粒子、夸克，讲这些东西。最近这30年，科学又进了一大步，发现微中子物质，最小的物质，应该就是量子，小光子。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/100之一。我们前面学过，这个是黄念老。他是个学科学的，
把这一桩事情啊，给我们提示了。啊，讲一毛一尘的微点，我们记在是前面，我来翻翻看，能不能翻得到。好，看到了，338面，1980年以后，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，对，100亿分之一，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。换一句话说，100亿个微中子组成一个电子。这些现象，他们在空气当中啊，我们没办法觉察它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底真诚、善良。慈人，这个心态好啊！所有物质现象都变成最好的。我们的心态如果是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、杀盗淫妄，那么所有这些微点，它会跟着我们念头，我们念头就播放出去。他们通通都收得到，它就变成病毒。这个病毒就变成了空气里面的传染病。啊，这些细菌、微菌，我们晓得它怎么来的。啊，这是大灾难里面呢。杀伤力最严重的啊，它不是火山，不是地震的，是这些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不能不注意这些啊，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些灾难，教我们要弃恶扬善，要改邪归正，要端正心念，跟佛法所讲的理论完全相同。你能不信吗？啊，我们身有病痛，这叫内人呢、啊。有内人啊，功夫不错，但是如何把这些病痛化解，这更重要啊。病痛的化解就是从念头啊，错误的念头，啊，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要放下。啊，要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心里面常常怀着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
常常想着这些。啊，中国老祖宗留个后人，归纳到最后只有十二个字，念念不离这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千万年的精髓之所在呀！啊，念念当中不舍利，你就身心健康，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啊，虚空当中虽然有这些细菌，那这些病毒。啊，病毒附在小光子里头，你怎么办？你一呼吸到身体里面去了，可是你身心端正，啊，它会通过走了，不碍事，没有沾染。如果心里头自私自利，啊，贪嗔痴慢，它进去之后，它就跟你粘在一起了。你就中毒了。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忍辱波罗蜜是我们修行求学成败的关键啊。能忍他就能成。不能忍他不能成就。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，观一切法缘生之法了。凡是缘生的，你就晓得，缘聚现象就出现，缘散现象就没有了。在这个里面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菩萨做事思维时，不见所从生，亦不见所缘起，亦不见从我生，亦不见从彼生，啊，彼生就是从他生，亦不见呢从因缘生。做事思维，也不嗔，也不恼，也不妒，怨怒之力即便减少啊。是名随佛教人啊，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善巧方便的教我们啊，在嗔恚心升起来的时候，烦恼现前的时候啊，三毒五毒现前的时候怎么办？这就是讲端正心念，你这个毒就化解了。啊，常常做如是观，你就很容易放下。放下见思烦恼，思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见烦恼身见边见，见取戒取邪见，这个东西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你学大乘七性以上的菩萨，学小乘你就证四果阿罗汉啊，超越六道了人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，通通要靠人力
才能成就。第五，云何名菩萨无方所忍？方是四方，所是所在，无方所忍，无时无处，无事而不能忍，就这个意思。这里有举例子，或有夜晚能忍，白天不能忍，或者白天能忍，夜晚不能忍。这是世间。或彼方人呢，此方不能忍；或此方人呢，彼方不能忍。这叫空间。或知识边忍，不知识边不忍。知识是你所尊重的，佛门称善知识，意思是你尊重的人，你敬爱的人，你对他能忍，那么你讨厌的人，不喜欢的人，你对他就不能忍。这些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你都能看得见的。你看他的言语态度，喜怒笑骂，在佛法里的时候，他在造业。这个造业里头有善有恶有无忌，只要起心动念，再加上言语造作，阿赖耶那个种子就很坚固了。这些种子预言它就起心性，果报就出来了。现在人都深深感觉到生活的环境不好，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精神生活环境，都不能够尽如人意，苦多乐少啊，苦太多了，十之七八是苦啊，能有二三分之乐就不错了，算是很幸福了。这苦从哪来的？殊不知，全是自作自受，不是别人给你。你自己天天在造吗？那你当然的天天都在受啊。现前所受的，在佛家讲叫花苞，像植物一样先开花，来生是果报。如果我们现前的花不好，我们就知道来生的果很可怕。
现前的花好，花报好，来生的果报一定好。那我们的认真去想一想，不想别人，想自己。我在这一生当中，一天当中，这一个星期当中，只要想到这里，我是忧悲苦恼多，还是自在快乐多？你得想这两个问题。如果忧虑烦恼很多，不是好事情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距离三途很近，走得很近。如果心地清净喜乐多，这个很好。你跟天堂走得很近，如果你每一天念佛的时间多，一天24小时，你能够念13个小时、14个小时，超过一半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你跟阿弥陀佛走得很近，你往生西方有指望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这是我们跟我们切身的关系啊。我们不认真学，不好好的学，将来怎么办？为自己要一心念佛，放下万缘。要为苦难众生，那就要集古圣之绝学，续如来之慧命，这个功德太大了。那我问，这功德能不能往生呢？你自己想想能不能往生？祖宗圣贤保佑你，佛菩萨加持你，只要你心里想往生，佛菩萨就来接引你。你为佛法立了大功啊！遇到这个缘了，不能不做。没有这个缘，不求攀缘，不求。这是佛教导我们的。没有缘，要去攀缘，错了。你的清净心失掉了。缘来找你，这个可以。
啊，有缘要认真做，没有缘独善其身呐、啊。古人的教训呐、啊，逢缘要兼善天下了，啊，无缘要独善其身，都是好事。修忍辱，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啊，善知识、非善知识，都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在下面说，菩萨波罗蜜，不是知识那边就忍，不是知识就不忍。菩萨不是这样，一切时一切方常生人心，是名无方所忍啊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总是一味平等。这是菩萨的心态啊！阿罗汉的心是清净心，菩萨的心是平等心，佛的心是大觉啊！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，就是佛。再看第六，六云何名？菩萨修处处忍，有人与父母、师长、夫妻、男女，这个男女是亲属。啊，大小，啊，是老人跟小孩，内外，如是中生忍，愚者不忍。换着是我家亲眷属，啊，都能够忍，啊，不是家亲眷属，啊，跟我没关系的人就不忍了，啊，就不能忍了。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菩萨忍者则不如是，不是像上面所说的，如父母边生忍，瞻陀罗边呢也能生忍，瞻陀罗是印度话。印度四种阶级之一啊，印度人民最崇敬的是宗教啊，所以婆罗门的身份地位在印度是最高的啊。第二是刹帝利，刹帝是王族，国王大臣，他是排在第二位。啊，第三位这才是工商。旃陀罗排在最后。啊，旃陀罗是屠宰业。啊，杀猪杀牛的。啊，从事于这种职业的。性情粗暴。啊，这个人，这种人在印度的社会没有地位，
佛出现在世间，倡导四性平等。所以佛弟子当中有占陀罗出身，在佛会下一样证阿罗汉果。佛法这个僧团里面一律平等。佛教导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要有耐心呐、耐心是信德。为什么？自信里面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所以自信原原本本，他就是人。就信德来说，人的念头都没有啊。但是他做得圆圆满满，世尊一生教学，把这个人看得非常重，所以在一切经论里头讲得很多。念老引用这一段是从《宝云经》里面佛所说的，这是种其他经论里头都有说，说的也不一样。所以要修处处人。第七，云何名菩萨非所为人？这是对事，前面讲对人，不以事故生人，不以利故生人，不以威故生人，不以受他恩故生人，不以相亲有故生人，不以愧羞故生人，惭愧，感觉到羞耻，生起这个人性。菩萨常修于人呐，是名菩萨非所为人。菩萨的人是他修行当中的德行，不因任何缘故，而且自自然然能忍，但是初学的人不行，初学的人没有这种认知，常常随着感情冲动，也就是心不清净，尤其现在人心浮气躁，现在教学难了，我们的学习也不容易，但是真正会学的人、善学的人，现在这个环境对修学是很有利的，特别是
忍辱波罗蜜，因为你可以说是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你遇到的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会让你生烦恼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修忍辱的这个教室，修忍辱的教材太多太多了。你从早到晚，你会常常遇到。你能不能忍？你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对待？他造作的一切不善，他有因果。我们能不能提醒他的，最好别说。为什么？这个人要能够很虚心，听别人劝的，他真正会改过，你就要告诉他。他要不喜欢听别人批评他，你就别说，说了什么？说了他恨你。不但他不能改，说他怨恨你。他说你瞧不起他。这样就结了冤仇。所以，自己要有智慧去观察了。言语有分寸呢。对于外面境界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永远保持自己的端正心态。正修行，端正心态是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做不到，这是真的。保持住不分别，不执着就好。我们的境界就会不断向上提升，很重要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今天这个社会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在考验我们。考验你什么呢？考验你到底是干真的，是干假的。你要是干真的，如如不动是定的，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糊涂那是智慧。守住经典圣贤的教诲，那是戒律。真干的人每一天都在这里修戒定慧，不论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处所、什么环境、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通通成就你修戒定慧。所以现前环境对待真修行的人，好环境大幅度帮助你提升对于懈惰懒散的人呢，那就是非常不好的环境。为什么呢？他会跟着堕落下去了。在环境当中没有称心满意的，所以满心的怨恨、烦恼、不平，
啊，这个也不如意，那个也不如意。他走到哪里都不如意。为什么？他命如此嘛。不是说换个环境就好了，不是啊。我们永远记住啊，佛陀讲的话，境随心转呐、啊。心要好了，到哪个地方环境都好。这环境非常不好，你去它就好了。啊，境是随心转的，不是心随境转的。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好，若能转境，则同如来。你就是佛菩萨了，你能转境界啊。啊，被环境所转的，这是凡夫啊。无论住在什么环境，都被环境所转。而今天这个世界的环境，到哪里去找佛菩萨的环境找不到。啊，全是染污，严重染污的环境。所以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越染越深。懂得这个道理，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，先清净了，将来慢慢这个环境就清净了，你真正得到安乐。啊，安心办道，有几个人护持，够了。将来修成功，报恩就报几个人了。容易解决问题。啊，古人说了一句话。安贫乐道，这句话讲得好啊！孔子的弟子颜回就是最好的榜样，安贫乐道。啊，在佛门里面。许多高僧大德啊，最后成为一代祖师。你看他在年轻修学的时候，苦行了。他不是苦行，他就不能积德，德不厚。他就不能成就。啊，古人讲得好，厚德载物啊，你的德不厚啊，你承担不了啊。这个厚德在哪里修的呢？就是在人事物环境里面修的。怎么修的呢？人力成就的。啊，不能忍就没成就啊。啊，你能忍你就能成就。六波罗蜜，佛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科目，六门功课，六大纲领都行，怎么说都可以。每一度里头都圆满。
含着其他的恶毒，不是叫你一个一个修啊，一修一切修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啊，修布施，布施要如法，那就是持戒不了。啊，布施要有耐心，忍辱不乐。布施的心不能间断，这精进不乐。布施不受外面境界干扰。愿亲平等，禅定波罗蜜，不施三轮体空，般若波罗蜜。任何一度，里面都圆满含摄其他无。啊，别意就特别强调的，佛特别强调的，在这六种里头，一个是布施，一个是忍辱。布施，它能够积功累德；而忍辱呢，能够保持你的功德。如果你不能忍，你所修集的功德了，随修随就。破坏了，流失了。啊，忍辱里面，第一个，它就直接指的对象，嗔恚。你有没有嗔恚心？嗔恚心才起来，《大乘经》里面说，火烧功德林。啊，你多年修集的功德，一发脾气全烧光了。你有多大功德？你就想想，你从什么时候没发脾气？那是你的功德。啊，早晨发了脾气了，昨天以前的功德没有了。晚上又发脾气了，今天一天的功德没了。功德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所以布施啊，修集功德容易啊，保持不容易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一想啊，怎样真正能把布施这个忍辱波罗蜜做好？你认真去学习弟子规，学习感应品，学习十善业道，这三个根扎稳了，忍辱就有根了。啊，没有这三个根，忍辱学了之后，学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。啊，每一天脾气还照发。啊，不善的念头还一样起来。你怎么会有成就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